今天是衢州的第二天，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一个发电站，然后这里比衢州市区我感觉至少低三度，可能三度都不止，感觉好冷。现在我们就要到水边去。金鱼啊，不是金鱼，桃花竹。桃花竹，我这有鱼头，上了个新品种，上了个新品种。昨天钓马口的时候钓的是太阳鱼、扁鱼和大鲳条，今天我是来钓桂鱼的，那钓到了一只桃花竹，看看它的嘴巴。好吧，有鱼总比没鱼强。赵阳现在在绑前导，然后现在的这个闸口开了两个闸在放水，好像第三个闸也要开了。赵阳今天上几个了？没鱼。我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不上鱼了，好鱼，哎，就是来打前导线的呗。专门教大家怎么打集体结。哦，很漂亮啊，看到没有，很漂亮的集体结，结打得好不上鱼。好，干得漂亮。现在这个水闸开了三个，可能等一下会涨水，所以我们要从现在的这个堤岸上往岸上走。过不去了，要涉水了啊，最好不要涉水，慢一点啊。邵阳同学湿了一只鞋，两只都下去了，我以为你只湿一只就可以了。我的天，看他应该把这个滚。我们现在从刚才的
小溪旁从这个地方爬了上来，还是有点陡的。那这样玩户外运动呢，拿这个摄像机确实不是特别方便。我离目标还差那么一两步，这地方有点陡，全部是土路。OK, go。来吧、okay, 走，这是我们钻过的中国人的路呀，翻山越岭，走。那我给你拍一个伟岸的背景。嗯，哈哈。啊，前导的背景。对，是裤腿的背影。现在的情况很糟糕，我这儿已经小伙伴们都走了，然后放了个枪，轮子线卡在那个轮子里面，线头都找不到。唉，这是借用小伙伴的装备，这个轮子有故障，然后这个线老化的也比较厉害。不过今天虽然钓了条鱼，还是有点不甘心，所以还想继续在这里试试，所以我现在需要把这个线理出来。希望这根线断的不要太深，我需要把所有的线都弄出来，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结，这个结是解不开的。嗯，好了。接下来就没有前导线可以用了，最后三根面条虫最多只能挂三次。有一个很棒的事情，就是那边的发电站发电机组关掉了一组，水流现在变缓了一点，在这个正前方有一个相对的缓流带，比刚才水流要缓一些。有一个天头锅，真是，最近怎么到处捡饵用？好不容易钓到了一条，哇，斑鳜，斑鳜，哇，小鳜鱼，太帅了，就拍脸就好了，离近一点，离近一点，把鱼拍大一点，你要把它拍成米级的效果。1, 2, 3。现在我已经回到艳阳高照的上海。昨天我们在一个小型的发电站下面准备钓那个斑鳜，可能是时间还没有到，口并不太理想，但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窗口期，就是当发电站开始工作的时候，有一点水流，所有的人都会集中在那个时间段去种鱼，而后所有的发电机组开始工作，水流变得非常大，那也就没有了鱼口，有的朋友开始向下游移动，那我是坚守在这个发电站的附近，钓况并不理想，一直坚持到了下午。才获得了唯一的一个咬口，就钓到了一条小的斑鳜。OK, 那野钓就是这样。喜欢我的朋友，记得关注我的自媒体频道，并点击视频下方的点赞、收藏、分享。谢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